上学时和朋友闹掰时刻。哎，你同桌互评写完没啊？写完了，这次说咱俩不许犯贱的啊。那必须啊，我这全是夸你的。还你不犯贱，谁信你啊？来，把上次让大家写的那个同桌互评都拿出来。我写完了，主持。来吧，写完了。好，陈大家，你先来给大家念一下你写的。好嘞。我的同桌少寨主是一个幽默善良且讲义气的人。不是哥们儿，你来真的呀？能和他做同桌是我的幸运，我和他是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写得很好。来，少寨主，你念一下你写给陈大家的。我还没写好，我再改一改吧，改一改。念。来吧，念出来吧。我这同桌是陈大家，他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。我跟他做同桌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，关键是他脚还臭得叫。不念了，坐下。我们开始上课啊。哎，不是，衣服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。我以为你说不犯贱是闹着玩的嘛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去看电影怎么样？可以啊，今天晚上有零点场的《死侍与金刚狼》，听说老好看了，想见见犯贱的时候跟你一样一样。哎，别气了呗，放学咱们一起去看电影啊。又想让我请你？没有啊，这次我请。你装什么体质跟拔毛？哎，陈大侠，你这样过分了啊！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跟你看电影没意思？谁稀得跟你看？咱俩掰了呗！哎，你俩吵什么呢？天穿一个裤衩子也能吵起来？好，今天课就上到这里啊。那个陈大侠、少帅主，你们俩放学了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怎么了，朱老师？我这有两张电影票，来，你们去看。我不和他去，我还不想跟你去看呢。我是让你俩去给我帮忙，我最近在写那个影评啊，你俩去看了之后回来好好的给我把剧情和你们的感受给我梳理一遍。那您自己去呗。我多忙啊，我一天天的，你俩别磨叽啊，赶紧去赶紧去。好吧，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确实好看啊，笑点太密了，跟小贱贱相比，我的吐槽功力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的。不过也确实是羡慕小贱贱和狼叔这样相爱相杀的兄弟情了、啊，不像咱俩就剩相杀了。那啥，今天这点小事儿不会真放心上了吧？这，我能和我儿子计较吗？滚犊子！我上个厕所啊，在这等吧。赶紧的吧，我在这等你啊。下头男，上学时的刺激事件。干什么玩意儿？神神秘秘的。我今天带了好东西，我爸平时都不让我动的。打开看看，来看。不就是蘑菇吗？哼，没见过世面。这是灵芝，属于天才地宝。真的假的呀？你不信是吧？来，我拿一个。来，给我整一个尝尝。再尝一个。行，确实还挺好吃啊、哦、，delicious。反正都是自家哥们儿，来，我们把分的吃完算了吧。合理，来开灶。我们这都吃完了，你爸不会骂你吧？那不会，我爸他抢劫，上车报道。不是大哥，我们这是学校，你抢啥劫啊？抢班费啊？少废话，你们是穷学生，那校门口停的兰博基尼是谁的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全世界仅仅限量21台有钱也买不到的兰博基尼雷文顿啊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说错话了。哎，大哥，你真的搞错了，我们都是正宗的穷鬼。不拿钱是吧？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兄弟们，咱们跟他们拼了 ！Let's fight！ 不行啊，咱们这么跑，直接是跑不过他们啊。那咋办呢？跟我上车。都坐稳了，兄弟，提车归提车，你会开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莫把生命当儿戏。既然你们诚心请教了，那我也就不装了。无数次赛道上的飞驰和演练，开车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简单。这么厉害的车，我们也想开一下。那没问题，请启动。谁在教室里面吵吵闹闹的？滴滴滴。嗡嗡。
不就是你怎么跟我们的车跑的一样快啊？快上车，劫匪追上来了。哪来的劫匪？你好重的蘑菇味儿啊。坏呀，违约吗？啊，咱们班三个学生吃蘑菇吃出幻觉了。啊，快来吧，快快快。上学时老师的那些套路。朱老师，你们班那个陈大侠都是什么情况？他怎么了？每次体育课让他跑步，他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。他那哪里是不舒服？他那就是懒。关键是马上就要体测了，他这样是会影响到你们班体测合格率的。这可不行啊，得想想办法呀。反正我是没招了。我有办法了，可以让他自己主动跑步。拉倒，我不信。咱们起看呢。什么？让我今天带陈大侠一起点外卖？你小点声。因为啥呀？原因你就别问了，反正你们拿外卖的时候我会突然出现，然后你就疯狂带着他往教室跑就完了。可是我没有手机点外卖了呀。不是，我这学期已经被你没收5个手机了，真没了。那我等下还你一个。儿臣必将鞍前马后，为你效劳。记住，以后每天都要带他点2次外卖，咱俩随时 QQ 联系啊。收到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陈大侠，今天别去食堂了，跟我点外卖。真的啊？你有带手机了？包的呀，快点吧，等下中午咱们一起去后面拿外卖。来来来，我来点。啊，是你俩外卖吧？给我吧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先别拿。不是，为啥不拿？那什么，那个主要是啊，我先报销先。啊，咋回事啊？我这还等着着急呢。不是，你到底拿不拿？人外卖员一直搁这等着呢。啊，拿，马上拿，马上拿。你在那取外卖呢？完了，朱老师来了，快跑！好。哎，外卖给我吧，来。哎呀，看那去吧你。哇，刚刚咱们明明早上拿外卖，就不会被朱老师发现的呀。这包我的，下午咱们再点一次，这次一定不失手了。行，我再信你一次。是大哥，你拿个外卖能不能快一点啊？刚刚差点被朱老师逮到了，不说，这是外卖又没得吃了。哎呀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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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用吗？给我腿差点跑废了。明天一定不失手了。明天还来？你先想想，我们今天这4份外卖去哪儿了吧？对呀，忘了这茬了，我得赶紧问问他。是谁啊？当然是问朱老师。问问外卖员。哎，好吧，你赶紧问吧。不得不说啊，老叔，你这办法真好。你等着吧，不出一个星期，陈大侠的体测绝对合格。那双耳炉你怎么安排的？到时候直接让他代表咱们学校参加区里的田径比赛，拿个第一名。那我转入非正常班级。哎，那啥，我问一下，不处不谈不收徒。怎么你好高冷呀？也没必要这么高冷吧，我就是想问一下。不要纠缠了好吗？我已经有校花妹妹了。想问你哪里有电视？王老师办公室。王老师，求求你让我在这看一会儿呗。哎呀，学校规定学生不让在这看电视。那他们俩算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王老师，我求求你就让我看一看呗。好吧，既然你非要看球的话。马卡巴卡阿卡巴卡米卡巴卡门。是要看比赛，感受速度与激情。我看个球有啥用啊？